兵义港人，九月四号辅助社。我爱兵义港，兵义港是我爸的故乡。谢谢兵武港，让我们小星星幼儿园有机会参与制作公仔兵。我爱兵义港，我爱兵义港。九月四号辅助社，我爱兵如港，我爱兵如姐。九月四号记得来。九月四号兵如姐，我哋请大家村民最好记得嚟。我爱兵如姐，我爱兵如姐，我爱兵如港。耶！咁我哋杂不楞摄制女咧，两个月喺兵如港探索，喺度拍摄咧，咁就发觉其实兵如港系有好多资源，还有村民都十分热情。咁呢度嘅地点咧都極之佔優勢，因為係去邊度都比較方便，係有附近街場啦。咁好多謝咧，就係所有村民嘅配合，係有提供所有歷史文化資料俾我哋啦。我愛兵如港，我愛兵如姐。九月四號記得嚟。我愛兵如港，我愛兵如港。九月四號互助社，多謝兵如港舉辦呢個兵如節百人製作公仔餅大賽。我哋呢班全部都係向吉隆坡特登翻嚟兵如港。嚟參加你十波呢個節日嘅，所以我哋全體向吉隆坡上嚟嘅都好愛兵如港，好中意嚟兵如港食兵如港嘅美食。我係兵如港人，我係兵如節，大家記得八星兵如，大家記得八星兵如。九月四號輔助社，我哋拍攝嘅過程都俾我哋感受到好多好多好多唔同嘅嘢，尤其是嗰啲村民佢哋對我哋嘅熱誠，對我哋嘅歡迎。等等，就令到我哋覺得好開心咯，因為佢哋都好合作。其實喺呢一個我哋拍攝期間咧，我哋最想多謝嘅咧係我哋嘅夏威夷啦，係佢俾到我哋呢一個機會去拍攝呢個冰魚港嘅美景，同埋佢入邊嘅人情生活。所以我哋都真係好感謝佢俾一次夠我哋嘅雜不楞呢個機會去拍攝。我係兵如港人，我愛兵如港啦，我愛兵如港，我愛兵如節。九月四號輔助社。Hello， 大家好，我阿 wing 啊，我係阿婷，我係 Penny， 我係阿 Ku， 我愛兵如節。九月四號兵如節，記得嚟啊！我係兵如港人，我係兵如港人。大家我愛八色兵如，愛兵如節。八色兵如，九月四號輔助社。我梗係兵如港人啦，幾多十年咗喺兵如港。不過我就中意住兵如港，兵如港真係即係好住啊！啲冇市中心啊，冇話住到去，咪但呢嗰啲山卡都咁講，呢度好住。唔走唔走唔走，住到我唔喺度啦。阿斯奇州啊！阿斯奇州，我愛兵如節，我愛兵如港，我愛兵如港，我愛兵如姓，我愛兵如節，我愛兵如港。九月四號，台灣輔助社，輔助社。起得嚟！我爱兵如港，我爱兵如节，九月四号起得嚟！耶！今次嘅拍摄过程，可以睇到嘅就系合作性啦，同有村民嘅热情同埋个互动性。成个兵如节嘅计划嚟讲，系可以体会到一班由细佬哥到大人嘅。拉緊嘅關係嘅互動性，所以九月四號今年嘅冰魚節，我呼籲多啲年青人參與多啲咁嘅社區活動。九月四號約定你，我愛冰魚港，我愛冰魚節，我愛冰魚節，大家大家大家發射冰魚，我愛冰魚節，我愛冰魚港，我來自冰魚港。九月四號輔助社，多謝李師傅今日俾我哋嘅機會嚟參與個歡樂時光。我要愛兵如港，我愛兵如節，九月四號記得咧。其實咧，我都係一個新鮮長大嘅小朋友啊。好多時候我未拍呢個兵如節之前咧，我對新村個感覺其實冇咩特別嘅感覺，但係可以喺兵如個拍攝中咧，讓我可以深深體會到一個當地嘅文化、當地一個歷史。如果去失去佢個傳承，就好似我哋啲祖輩，甚至係下一代，好似失去一個根。當然，好幸運今日有機會喺呢個冰原節度做呢個拍攝工作，咁樣我發掘到一啲當地嘅嘢、當地嘅文化，同埋一啲聽啲老人家講翻啲歷史，我覺得呢個一個對一個新村嘅認識係好好嘅。但係
如果後生人可以加入認識本身自己的新村咧，係一個件更好的事。依、這個係需要大家一起去傳承的。我愛冰魚港，我愛冰魚港。九月四號，我大姐記得你啊！我是土生土長的冰魚港人，我支持冰魚節。我係75歲，75歲啊！60幾年啊？60幾年啊？你住邊條街？我就依條街啦。多朋友，而家咁多熟人，我愛冰魚節，我愛冰魚港，9月4號，互助社，我愛冰魚港，我愛冰魚節，9月4號記得嚟啦。咁喺度咧，首先要多謝可屈呢同埋雜巴冷俾一次機會我參與呢一個活動。咁喺呢個活動當中咧，我本身係扮演一個叫做旁白嘅角色。咁旁白喺大家印象中，我相信大家諗住就係講啫嘛，或者係讀啫，但係。在讀旁白的當中咧，好多咬詞、讀音、發音咧都要好準嘅。咁喺讀旁白的當中咧，我都了解到好多關於冰魚港嘅所有嘅歷史啊、背景啊，好多我以前未聽過嘅嘢。咁喺度咧都睇到，尤其是睇到冰魚港新村嘅人情味啦，令我諗起我自己本身嘅新村同冰魚港嚟相比嚟講。冰魚港的人情味咧，會真的很濃郁。大家蘇哥不是冰魚，我係冰魚節，我是冰魚港人，我愛冰魚港。9月4號，互助社，我愛冰魚港，我愛冰魚節，9月4號，等得嚟參加。我是冰魚港人，但係我唔係冰魚港人嚟嘅。我爱冰鲁港，我爱冰鲁节，9月4號记得来。我爱冰港人，我爱冰鱼港，我爱冰鱼节，9月4號，我爱冰鱼港，我来自冰鱼港，我爱冰鱼节。咁我哋发起冰鱼节嘅时候，其实我哋有。幾個主要目的就是以記載歷史、推廣文化嚟帶動地方經濟。咁達到依一幾個目的之餘，其實我自己嘅個人心得同埋收穫就是其實我對冰魚港嘅認識係已經更上一層樓嘅。咁依個我會將佢視為一個唔單止良性，而係一個我希望大家都可以進入嘅一個循環啦。咁如果我哋可以將一個循環，一傳十，十傳百，百傳萬，唔單止淨係怡寶，甚至乎成個匹克州，甚至乎成個馬來西亞嘅人都拉佢哋入嚟呢個更認識冰魚港嘅循環，你話有幾好呢？我愛冰魚港，我愛冰魚節，9月4號記得來。我愛冰魚節，我愛冰魚港。我爱冰鱼节，我爱冰港，我来自冰鱼港，我爱冰鲁港，我爱冰鲁节，9月4號约定你哦，我爱冰鱼港，喂，阿冰妹，我呢个头啊，你做唔做够啊？啊，我爱冰鱼节，祝大家身体健康，我爱冰鱼。9月4號，互助社。